了解了，没啊？那么我们很想知道你们在韩国是训练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？特别状况吗？就是大家闭嘴，很辛苦，闭嘴，闭嘴，闭嘴。我也很想去训练。是说练完的时候，对，需要太紧张。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就是歌手还要练肢体上的一些跳舞的动作，不是很辛苦哦。所以现在劈腿都没有问题啊？对啊，就现场可以劈腿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好，现场可以劈腿吗？一、二、三。你喊一个人可以推吗？一个人，你可以的。Thank you.